这是早上8点钟，天气晴朗的情况。那抹云特别好看。太阳啦。你在干嘛？你过来。过来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吃的什么呀，宝贝儿？葵花。那个是嫩瓜子呀。葵花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看看葵花长什么样。你拿近一点。哇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嗑一个，我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哇，真的下了20天的雨啊！今天终于天气放晴了。天气一晴，感觉心情也好了起来。天气一晴的话，就觉得哇，有好多事儿要做呀，打扫卫生啊，洗衣服，就觉得就特别忙。因为你下雨的话，感觉整个天气一直都不怎么好。我妹妹也在打扫卫生。你看这两人，茶轩的哦，嗑瓜子儿，好不好吃呀？好吃，特别好吃。怎么个好吃法？你说嫩嫩的。嫩嫩的。有多好吃呀？这么好吃。大孩子的不能抱抱。我也抱。看看这些人，不可以。一人掰一坨在这里吃。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西北特色，名字叫揉肉，特别好吃。这个是油麦做的，就这样特别有嚼劲，很韧，糯糯的。我下面每天喂的是。系好，快下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外面，我们家那个地里面，我们家门前的这个菜园子，现在目前的长势是怎么样？都已经就是结了那么多了，就种一点点蔬菜啊。其实你自己家吃的话根本吃不完，去看一下吧。看我们家的菜园子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就是种的蔬菜，当然还有日常出镜的小花花，那边是我妈种的一点韭菜。